食唔食饼啊？唔使啦，唔该。我叫做韦天成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做何志恒啊。何志恒啊，点解你好似好唔开心咁嘅？冇嘢，我咁大个仔第一次离开爹哋妈咪，唔惯啫。哦，韦天成啊，你唔惊嘅咩？有咁多同学陪，而且仲有老师睇住，点会惊啊？我哋一阵间分成同一组啦。好啊。好啦，呢度就系度假营啦。大家一阵间入去营舍放低啲嘢之后咧，就即刻去活动室集合，知唔知？各位同学，你哋好，欢迎你哋嚟到今次呢一个生活营。好，喺开始讲之前咧，我哋先嚟一个热身运动先啊。问下大家，你哋有冇试过同 B B 仔冲凉啊？冇，我哋好细个。咁今次你哋就有机会啦。冇错啦，嗱，我哋咧准备咗啲公仔 B B 俾你哋学校照顾佢哋嘅。阵间咧，你哋同公仔 B B 冲凉、换片、着衫同埋喂奶嘅。不过咧，真正嘅 B B 同呢个公仔 B B 都一样，需要大家小心照顾噶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大家分组试下。好啦，大家都试完啦，不如讲下你哋嘅感受啊！照顾 B B 真系好难啊！系咯，点解啲 B B 唔识得自己冲凉饮奶噶？其实咧，大家似乎都忘记咗自己本来都系一个 B B 嚟噶喎。好，不如咁啊，我哋而家一齐嚟睇一段关于成长嘅片段啦。B B 出世之后咧，系要靠成人去照顾噶。随住婴儿长大，佢嘅骨骼同肌肉亦都变得越嚟越强壮。佢慢慢学习自己照顾自己，佢开始会坐，会站立。会走路，会自己用奶樽饮奶，会说话，会自己进食，甚至会自己穿着衣服，自己翻学。由幼稚园到小学，再到中学，然后入大学或者进修，跟住出嚟工作。这个就是人的成长。每一个阶段，由细细个的 BB 到长大成人，我们的外表都会有很大的改变。我哋叫呢啲改变做身体成长。不过原来成长唔单止系身体外形嘅改变，成长其实仲包括心智嘅。B B 嘅感情好简单，一系笑，一系喊，一系发脾气。但系随住年龄增长，我哋接触嘅事物越嚟越多，我哋嘅感情亦都变得复杂，例如开心、唔开心、妒忌、诚实等等。而心智成长就是指我们学会用适当的感情和态度去面对问题。例如有一天你在家打球，一个不小心打烂了个花樽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或者会选择讲大话。妈咪，有架模型飞机飞了进来，撞烂了个花樽啊。个窗都关埋了，怎会有飞机飞得进来啊？讲大话，罚你一个星期没得出去玩啊。唉，都是诚实好。就是这样，你学习到用诚实的态度去面对事情，这个就是心智成长的例子了。我们的身体会停止成长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心智的成长就是一生一世的事了。心智成长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要学习独立，即是说我们要学习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。我们今次生活营的主题也是独立，而我们的口号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。不是吧，我什么都不懂的。还有，虽然我们只有两日一夜的时间，但为了鼓励大家学习融洽相处，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叫做友谊大使的奖项。到活动结束之后，就大家投票互选，看看哪位同学最得人喜爱的。咦，原来啲床单仲未铺好喎。老师话过自己嘅事自己做啊嘛，咁即系自己床自己执咯。嗯。
咦，何子啊，你仲会执嘅？我唔识啊，我屋企咧全部都系工人帮我执噶咋，我唔知点入手啊。等我帮你啦。嗱，我哋首先咧就要掹开个枕头套，将个枕头套咧摄落个枕头度。各位小朋友，你哋执好未啊？我哋就执好啦。我哋要食饭啦，去饭堂集合。好啊，好肚饿啊！我谂啲碗筷都系要自己执噶啦。系咯，系咯。咦？乜你哋冇攞饭俾我嘅？老师讲过自己嘅嘢自己做噶嘛。系咯，你自己去攞啦。切，乜你哋咁噶？何子恒，仲食紧饭啊？陈老师，子恒你好似有啲唔开心喎，可唔可以话俾老师知啊？啲同学好似唔理我啊。咁你认为点解啲同学会咁嘅？可能我乜都唔识，所以佢哋唔中意同我玩咯。咁我觉得啲同学又未必一定系咁谂嘅。但是如果志恒你可以做到自己照顾自己，那肯定会更好。但是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啊。志恒你又怎会不懂呢？只不过是平时你有爸爸妈妈照顾，很少亲力亲为。只要志恒你肯去学习，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是？那不如今天老师请你吃东西啊。好啊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的。是什么？就是要你自己去买。蛤？我唔得噶喎，试下啦。嗱，老师陪你去对面小食部买你中意嘅饮品，不过你要自己出声买噶喎。哦，行啦，一齐行啦。唔该，叔叔。唔该，叔叔。小朋友想买乜嘢啊？我想要好滋味橙汁啊！好滋味橙汁，等等。嗱，好滋味橙汁一包，几多钱啊？7蚊。嗱，13蚊。唔该。唔使客气。志恒做到了，仲做得好好添。我大个仔啊嘛。咁你食饱饭未啊？食饱啦。食饱我哋就翻去执埋啲碗筷咯。哦，行啦。志恒全部都做到喎。我觉得唔系好难啫。志恒而家咧又可以自己买嘢食，又可以自己执拾食具，证明只要肯学肯试咧，就一定可以做得到。你而家有冇信心自己嘅事自己做先？有啊。有就好了，最重要就是肯去试，叻仔。咁而家去玩啦，到我啦，何志恒，到你冲凉啦。哦，你玩紧咩啊？拎手指。系啊。咩声啊？何志恒，你有冇事啊？哇！你成身湿晒嘅，你喺里面做乜嘢嚟啊？我冲完凉之后想换翻件衫，点知件衫唔小心跌咗落地，
仲俾花灑淋濕曬添。咁你快啲換件乾嘅衫先啦。我換埋衫就搞掂噶啦。各位同學，嗱，我想叫齊啲同學咧喺休息室度集合，有邊個可以幫我手？我係。唔該曬何志涵。点啊？寻晚瞓得好唔好啊？有冇咩事发生咗？大事就冇，不过小事就有。咩事啊？咪何志恒咯，佢连照顾自己都唔识。寻晚冲凉仲搞到成个冲凉房都湿晒，连件干净衫都跌埋落地下，成件衫湿晒咁走出嚟，真系奇景啊！你又唔好咁讲啦，何志恒佢平时屋企都冇机会自己照顾自己嘅。不过佢而家都好努力去试啦。最紧要咧就系肯学肯尝试，嗱就好似何志恒咁，头先咧一听到我话要揾帮手就即刻举手，我觉得佢嘅态度好好噶。咁又系，两日一夜嘅生活营就快完结啦，唔知大家有冇得着呢？不如大家都讲下，何志恒你讲先。我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咯。呢、這个进步都唔简单喎。咁潘志文呢？我学识体谅其他人，我觉得大家互相照顾就最开心。啊，记唔记得我话活动完咗之后会有一个乜嘢嘅选举呢？友谊大使奖。今次我哋仲想增加多一个奖项，就是最佳进步奖。大家可以想下，在这一次的生活营里面有哪位同学在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，那你就可以将他们的名字写在刚才给你们的纸上面。好了，有结果了。首先呢就是友谊大使长，得主是韦天成。是最佳进步奖的话，得主就是何志恒。恭喜晒！昨晚食得饱不饱？夜晚冻不冻？有没有挂住爹哋妈咪？挂住。昨晚睡得好不好？好啊。有啤啤陪是不是好睡啲呢？是，不过今晚开始不用啤啤陪我睡觉。唔使啤啤熊陪咁叻啊！好啦，嚟俾个袋我拎啊，重啊！唔使啦，唔系好重啫。唔使我拎个袋啊？点解我个仔好似唔同咗咁嘅吓？我大个仔啊嘛，自己嘅嘢自己做。好叻仔喎！好啦，行去食嘢啦。